辛芷蕾，一个神奇的女人，王安宇踩她手，胡先煦骑她头，秦岚亲她脸，赵昭仪让她亲脚丫。当辛芷蕾准备开车的时候，胡先煦没有一秒犹豫，爹上来，左脚油门，右脚刹车，你给我下来。在车上莫名其妙问小胡，北欧和东北有啥区别？你知道北欧在哪吗？地球的另一边。再往上就只有北极了，我的姐呀！啊，这么远，老远了，这么大距离。对呀、啊。真的要被辛芷蕾笑死了，上个综艺高冷御姐人设是保不住了，多了个笨蛋搞笑女人设。